浪湾区这边以青少年为主，这个冲浪体验爱好者呢会更多了一些。暑期嘛，好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海南来体验一下水上项目，做一下亲水活动。我个人上手还是挺快的，教练教了我几遍之后，我就能自己划着划着跟上浪，就能站起来了。这次来了之后我们就有经验了，下次要更加的去体验一些其他的项目，或者说是再重复再玩一遍一些内容，因为我觉得体验感特别好的。